大家好，我是吴佩频道的小肥羊。那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来参加新一代广汽丰田雷凌的全国首试。那么我作为一个丰田的前车主，同时也是一个丰田的老残粉呢，其实从这台车发布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了，甚至有点蠢蠢欲动，就非常想去驾驶它。那没错。那为什么我会对这台车这么高的期待呢？因为之前我试驾过一些 TNGA 架构的丰田的新车，那它的改变其实还是很大的。那现在 TNGA 终于来到了全新一代雷凌上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吧。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基于一个美规的 Corolla 的一个外观造型。那丰田近几年来非常喜欢用的一些元素都会在它身上出现，包括这个 King Look 的前脸，还有很多一些由面组成的非常具有立体感的一些造型。那对于我一个年轻人来说呢，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样一套动感的外观的。那如果要说一些我不喜欢的点，那还是有的。那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轮毂的造型呢，就会被让我感觉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再就是来到它的一个车尾部分，那整体看起来的这个车尾其实是非常和谐的，也有一点前后呼应的感觉，是吧？但是你看到它的右下角，没错，有一个排气口露出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丰田其实更应该对它做一个隐藏的处理，而不是弄出这样一块迷之凸起来破坏整个尾部。我觉得它的这个内饰的设计会更加简洁一点。那至于它的做工啊，或者说是一些用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级别里面靠上的水平了。那但是我还是得说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副驾驶位的地方是一个软质的材质。那到了我们这边驾驶位呢，就是一块硬塑料。那这样区别对待，我觉得其实不太好。再有就是，这个放手机的位置其实用起来也不太方便，因为它这个槽其实还蛮浅的。然后我来再说一下它的这个配置吧。那除了一些常规的东西，像是 LED 大灯啊，什么多功能方向盘啊，那这一代雷凌还会给你全系标配8个安全气囊，是8个没错。然后就会给你一个具有这个PM2.5 净化功能的自动空调，那这个自动空调这个按钮的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再有就是一个12.1英寸的超级大屏，那我这台是科技版独享的一个配置。那其实如果你了解丰田的一些车型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蛮罕见的配置，因为在雷凌之前，我们只能在海外版的普锐斯上面看到类似的一种数字的大屏。那据丰田所说的，这块大屏其实是经过一些本地化的改造的。那它具体用起来怎么样呢？那我稍微操作一下，我会觉得它其实运行起来还是很流畅的，而且整个界面的设计还是非常符合逻辑。只是这个 UI 呢，会有那么一点土，就不太能让我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吧。再就是对于一些苹果用户来说，它可能不太方便。因为它还是不支持 CarPlay 的，那我作为一个安卓用户，其实有百度 CarLife，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后排空间嘛，其实它整个感觉给我其实跟老款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车顶的设计呢，会让你在视觉上觉得头部空间不太够，但其实你比一下量一下还是非常足够的。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它的配置非常丰富，是吧？但其实它针对一些，像是舒适性配置方面的东西呢，它会有一点点的妥协。你看这个后排的头枕，它是不可动的。再有就是它没有这个中央扶手，而且也没有后排出风口。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刚需的话，那很不好意思，你就。
们现在就做到了这台全新一代雷凌上面了。那它开起来到底感觉怎么样呢？那首先我真的要夸一下它的整个底盘，那它质感真的比以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它不像日系车那种太过于单薄，也不会像欧洲车那种过于紧实，它是有一定的韧性在里面的，就是它会在告诉你，你快点来寻找我的一个极限。再就是它的这个悬挂，那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舒适性的调教吧。那但是它还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那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指向性是的确准确了很多，也不会有过往那种太过于模糊的感觉。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些反馈可能会显得比较人工化一点。这个问题其实嘛，也会在以前的那个凯美瑞上面也会有所体现。那这么一副好的底盘，丰田给了一些怎么样的动力系统呢？首先是一副我们都熟悉的 1.2T 加 CVT 的动力总成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当然它相比以前的那套东西，它会经过一点的优化，但实际开起来的话，日常驾驶我是觉得可以接受，但如果你稍微开快一点，你会觉得它动力会有点不足够，尤其是它配了一副这么好的底盘之后，那再有一副就是这个双擎版本，我相信大部分消费者都会更关注这副机，更关注这副机器了，因为有些地方你可以摇一个节能牌再去买一台双擎，是吧？那这套动力呢，其实比起以前也是有一定的升级，例如它换了一些像是 PCU 啊，电池的布局也有所改变。那整套系统我直观上的感觉，它的反应是比以前爽快了很多。那你也不要对它寄予太大的期望，也不要说它会给你什么有激情的表现吧，因为它本质上设计出来呢，就是为了追求一个燃油经济性的。那当然它也比以前更加省油了。那一句话来概括吧，丰田呢给了你一套非常出色的底盘来唤醒你的这个对驾驶的一些欲望，但是它同时又用两副比较家用的动力系统来跟你说，大哥，我们这台始终还是一台家用车而已。这一天的试驾呢，我觉得新一代雷凌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提升。那当然它仍然是一台非常均衡的车型，它可以给你一套非常棒的底盘呢，一个非常省油的动力系统呢，再有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甚至越级的一个配置。可以说目前来讲，它是这个级别里面最适合于大部分消费者的一款车型了。那如果一定要提一些意见的话呢，那我当然希望有一副这么好的底子，那丰田更应该给他一些更加好的动力传动组合，来满足像我这样的丰田粉丝了。